大哥，这豆角用的什么肥料啊？我用的是巧克力。哦，冲了多长时间了？我冲了有6天了吧？6天了哈，长势怎么样？你感哎觉？呀，我看那一前些黄，现在长过来，冲过来黢黑发亮，黢黑发亮啊，乌黑发亮，叶子也黑。你看这叶子这厚多厚实的，你看这也厚这多好。哦，这小脚也上脚了。那花也不少哈。对，这花子，这你看这花子这多着了，你看这花子菜这开始了，这就是。这花。啊。都长花了哈。这花子这一还不落花，菜还长。菜还长哈。对对对。去年的时候我听说那个张经理说过，去年你也用过这个巧克力。去年一开始搁这个人我是头一号，我用了4袋，去年用了4袋，这今年我还继续用它。哦，去年都是用这个。去年你能说说呢？去年用的什么情况吗？去年从那个菜的那个价格比相应的比他们多卖到1到2毛。1到2毛，对，1到2毛。那个产量方面呢？产量比去年比前年明显的增加。增加。对，增加，明显的增加。后期这个情况呢？后期它到底秧子不败。不败。秧子不败。它是劲大有后劲。有后劲。好，它的秧子好。去年这个豆角全是用的咱的巧克力啊。全是用咱巧克力。我今年还是全部，我是并且我不但我用，我还要给你大力的宣传一下。再说这个就是好。就是你看这个一盆的这个豆角。我的菜在这个房子，你看这叶子都非常绿。这叶子你看黢黑，咱有溜气。对。对。是不是？是啊。这又不能瞎说的。对对对对是。中，长得可以啊！你这花，这花，你看这叶子、叶片都很厚实哈。叶片是厚。对，咱看看根系吧。根系应该是照你的说的话，应该根系很好，也比较粗。根系还可以吧？还粗，还挺粗的。你看这根系，这行了，这这出马巧克力的后面就来都认一层白根儿。一层白根儿哈。对对对对。是。这个总体说，你这个豆角长势不错。可以。咱那个。长势觉得今年还是小米的。就是这个抗病方面，你能看出哪一方面那个不行？应该说是咱这个肥料应该能抗病能力强点。抗病能力强点，还昏霉几乎没有。对，就这一点。对，因为哈，咱这个肥料里边还这些功能性的东西。功能性它植入健壮了，它就抗病啊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的。就是这个豆角什么大体什么时间就给摘着卖了？还有多长时间？栽种。